啊，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七郎房车，啊，我是咱们七郎房车销售经理张震，啊，近期七郎房车又有大动作了，啊，七郎房车的老板给自己定制了一辆房车，啊，准备来一趟新疆之旅，本次新疆之旅将会从兰州站啊出发，途经酒泉、嘉峪关、乌鲁木齐，最终抵达咱们的目的地霍尔果斯，其中亚欧博览会。举办地就在乌鲁木齐，在穿越新疆的同时，咱们的龚总啊也会代表七郎房车参加6月26号到这个6月30号的亚欧博览会啊。据龚总说啊，本次新疆之旅有两个目的，一是参加亚欧展会，路上有想看车的朋友们可以及时给我们沟通。第二个目的是2025款的房车，这次我要给大家试乘试驾一下，看看这次的咱们房车上面的暖风空调这块的车里边到底有没有异响，这次我要给大家测试一下。从这点上来看，咱们七郎房车对于车友们的用车体验是认真的啊，是下了功夫的同时啊，七郎房车也确确实实是一群真正热爱房车的人，为了共同的梦想啊聚集在一起。龚总的这辆车呢，它是一个全新的布局，接下来我就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辆车。从外观上可以看出来，这是一辆基于大通 V90 加长轴超高顶 8AT 底盘打造而来的，车长的话是在5米94，宽度在2米11，裸车高度在2米5，内高的话在1米93，同时采用了一个无中门的设计。前二后三一共五个座位啊，搭载了750安的骆驼的电池，500瓦的太阳能啊，还有这个房车专用24伏海尔空调，110升的清水，35升的灰水啊。床这方面使用的是后横床啊，搭配了一个床箱拼接的一个床的组合。车身的左侧安排了一个大厨房啊。值得一说的是，这辆车的主驾驶位以及主驾后面的单人座是可以360度旋转的，这就增加了大家在使用过程中的多样性。整个车内的储物柜啊，里面都加装了这个防止物品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来回移动碰撞的固定绳，在储物柜下面还有一个小吊柜，这样的设计也是更加有利于物品的取放。车辆后尾部呢，采用的是一个卡片式的柴油罩，储物箱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暗格，可以放置一些比较隐私的物品。总体来说，这个布局更加适合长途旅居享受生活。同时呢，我们也是接受这个私人定制的，您有什么好的想法都可以告诉我们啊，让我们来帮助您实现您的梦想，助力您驶向属于您的诗和远方。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这里是七郎房车啊，关注七郎房车，带你看更好的房车，了解更好的房车资讯。